日前某天下午，搜狐视频在机场巧遇了张静初和助理一同抵京。当天素颜的张静初披着一头乌黑的长直发，比起经常穿梭在时尚秀场中性感的装扮，当天她只是一件黑色宽松的连衣裙搭配黑丝袜，显得十分邻家。走出闸口之后，助理一路推着装满行李的行李车，而张静初则十分悠闲地跟在助理身后摆弄着手机，然后朝机场大厅门口走去。见前来接机的座驾还没有赶到，助理则带着张静初又来到了路边人少处等待。座驾迟迟未到，天气又格外闷热，张静初却没有显露出丝毫的不快，一边看手机一边在路边闲逛。等到座驾到达后，张静初则笑脸盈盈地朝司机打招呼，丝毫没有明星架势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，我是机兵女莎莎鱼。